记住，你有你自己的名字，叫胡巴。你想干嘛？这是一个关于小妖王诞生的故事。小生了，你生了个萝卜。传说他将颠覆世界。炸了！他有啥不怕？基本刀枪不入，金睁拿他也没办法。井柏然、白百合，人妖大战一触即发。捉妖记，未来电影台卖萌献映。会打麻将吗？